近排收到幾個師傅嘅 inbox 問我哋呢一個德維打氣救星咧，泵車胎嗰時點樣換單位，所以教一教大家。你見到呢度咧就有個單位喺度啦，撳實上面嗰兩個掣，再轉個輪盤，就可以喺三個單位之間就來回轉換噶啦。OK， 講完，拜拜。